喂，爹哋咩？做咩啊？渣男，渣男，喂，爹哋真系冇面，喂，爹哋真系冇面，爹哋，我求谢宗礼，求谢宗礼，做咩啊？做咩啊？啊，阿婆阿哥系咪啊？你是去翻条卡条啊？一个书生，奈何将我地址啊，变一个空啊，卖出来，害我阿伯会跳高呢？卖到我的心里想一面。我比侬啊，你讲吧，唐代文上水的查某人，陈美凤。去你听电视台呢？嘿啊，美凤啊，你捌伊无？我捌伊，我哪知影？我迄个美人 ，Oh my God！ 好水的啦，两手摇破，脚跟点破壳，哦，夭寿的！我找就过来找那个车了后，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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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阿小妹不要去卡掉，来，我跟你讲，你的美人，你先把汤吃。看到我靠我美人长得上好，伊老公一天要洗十二，两天要洗二次，你是不是怨妒？你做我天公了后，你若出来走了，不灵的啊！啊，那我是安怎样？我天成了后，我就无看到我迄个美人，我就无看到我迄个小心肝，走去倒位，我来台口找看卖啊！无啦，你莫去啊，你莫笑，等等，才几楼？才十二楼哦，我的票在楼骹找看卖啊！阿姐，我跟你讲，你的美人哦，在你的房间内，还伫遐咧等。就是你，把我的美人拖